大家好，我是婷哥，蛋仔更新了一个雪王，所以我想要看看他能不能被打下去，所以我要打他，先弄钩爪抓他。滚！没办法，继续追击，先换决战技，要换什么好呢？啊，落雷。先弄炸弹炸他试试看。可恶，看我的落雷，居然没办法。弄雪球试试。搞快点，搞快点。先拿咸鱼打他，啊，居然毫发无伤。这么知冰的冻玩家，再用巨大化试试。看我巨大化，这走的也太快了吧！滚动，再试一次，巨大化，算了，改用惊吓箱吧。我打，可恶，又没打到了。看我的惊吓箱，跟雪球一样，只能弄到玩具。算了，拜拜。鸡蛋鸭蛋荷包。